上，你有没有内线交易啊？没有。你们什么东西要说明的吗？没有。科成科技的董事长洪水秋，因为为查某囝到太太主要家庭成员牵涉到内线的交易，被移送复审。科成科技号称是全世界必定机壳的龙头，市占率上悬到40%。因为阁是苹果手机啊壳供应商，过去的台湾之光检调发现四冬外前，科成科技四摆发布重要的消息，要回扣中国。伫今年2月份到4月份，分别伫四间券商分公司拢分别大户买超过10万张的股票，不发的第二上千万。洪水秋精神了1000万交保，因某甲三个囡仔500万。做总经理的小弟甲银某分别500万甲300万交保，2800万，差不多一点钟办好啊。辛苦了，好了，辛苦了。可能知影会当金交保，钱早就传好啊。科成伫昨发布重要的消息，公司全力配合检调的单位，强调营运正常，不过今日一开盘股价就败，发生内线的交易，和真侪投资人无信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